近代史上有一支较为特殊的武装力量，他们以家族、血缘、地域为纽带，起于草莽，兴于乱世，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等势力。这支队伍的首领崇尚武力，嗜血好杀，战马和军刀是对内对外唯一行之有效的法宝。这就是称霸西北大漠的马家军。马家军以骑兵训练有素、擅长马战为特点，曾和红军、西路军激战，以其极其残忍的屠杀，使很多红军将士饮恨荒原。正是这段西路军惨败的刻骨铭心记忆，使毛泽东和彭德怀自进军大西北那一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马家军，时刻准备坚决彻底地消灭这股武装。那么这让毛泽东和彭德怀避欲除之的马家军，他的真实面目到底是如何呢？又是怎样从不可一世而走向了穷途末路的呢？中国的大西北包含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地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杂居着汉、回、藏等诸多民族。自清同治年间起，西北地区纷争不断，战乱争夺之后，形成了以马姓家族为首的军阀割据之势，逾80余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中，马家军大致经历了三族四代的演变，以马步芳、马鸿逵为代表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地方军阀势力占据甘、青、宁三省，先后在西北雄踞数十年之久，时称青宁二马。1936年，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踏上了西征的道路。刚刚经过万里长征，粮弹奇缺的西路军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穷凶极恶的马家军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浴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败仗之一。西北解放前夕，盘踞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的国民党军主要是马步芳部、马鸿逵部、胡宗南部，尤其是青宁二马非常猖狂。到了解放战争的初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青马和宁马两派。青马大家知道，就是青海的马步芳和马步青，那么宁马呢，就是马鸿逵和马鸿宾。真正的代表性人物呢，是青马的马步芳和宁马的马鸿逵。为什么青马要远远的战斗力要高于宁马呢？就是与这支马家军的领军人物的性格分不开的。这里边就首先说说马步芳。马步芳，字子湘，甘肃河州人，回族，为人阴沉持重，极富心机。1926年，随父马齐投奔西北军，随后在马家各股势力中脱颖而出，被称为青马家族，号称青海王。马鸿逵，字少云，与马步芳同为马氏宗亲，论辈分是马步芳的长辈。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也被称为宁夏王。1949年5月23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做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24号，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为了笼络二马，保住西北一隅，国民党中央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许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就马家军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部队打仗的时候的特点是非常的彪悍，不怕死，前赴后继，以汹涌的
狼群一样的战术，骑兵战术，不停地来破红军的阵地。他主要采用骑兵，马家军总共呢，他正规部队大约30,000人，骑兵就占了大约13,000人。1949年5月下旬，刚刚上任的马步芳正志得意满地巡视着这个象征西北最高权力的官邸。然而，就在他不知道该感谢国民党的栽培，还是解放军进攻带给他的机会时，一封电报的到来却让他大惊失色。西安丢了，胡宗南逃了，甘肃的屏障破裂了。还没坐稳西北王位子的马步芳顿时慌作一团。原来据守西安城的胡宗南获知太原解放的消息，立即于4月26号和27号将其主力部队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1949年5月20号，西安解放。无论蒋介石和清明二马，还有丢了西安的胡宗南都知道，西安一丢，陇东和西兰公路受到威胁，二马盘踞的甘青宁就面临解放军的直接攻击之下。所以马步芳和马鸿逵紧急向蒋介石请缨，要出兵援陕，收复西安。蒋介石自然喜出望外，因而严令胡宗南与马家军协力收复西安。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命令所部停止南撤，北出秦岭，与马家军一起浩浩荡荡地奔西安而来，和踏上了西征的道路。刚刚经过万里长征，粮弹奇缺的西路军，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穷凶极恶的马家军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浴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败仗之一。西北解放前夕，盘踞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的国民党军主要是马步芳部、马鸿逵部、胡宗南部，尤其是清明二马非常猖狂。到了解放战争的初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清马和宁马两派。清马大家知道，就是青海的马步芳和马步青，那么宁马呢，就是马鸿逵和马鸿宾。真正的代表性人物呢，是青马的马步芳和宁马的马鸿逵。为什么青马要远远的战斗力要高于宁马呢？就是与这支马家军的领军人物的性格分不开的。这里边就首先说说马步芳。马步芳，字子湘，甘肃河州人，回族，为人阴沉持重，极富心机。1926年，随父马齐投奔西北军，随后在马家各股势力中脱颖而出，被称为青马家族，号称青海王。马鸿逵，字少云，与马步芳同为马氏宗亲，论辈分是马步芳的长辈。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也被称为宁夏王。1949年5月23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做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24号，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为了笼络二马，保住西北一隅，国民党中央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许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就马家军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部队打仗的时候的特点是非常的彪悍，不怕死，前赴后继，以汹涌的狼群一样的战术，骑兵战术，不停地来破红军的阵地。他主要采用骑兵，马家军总共呢，他正规已经形成了青马和宁马两派。青马大家知道，就是青海的马步芳和马步青，那么宁马呢，就是马鸿逵和马鸿宾。真正的代表性人物呢，是青马的马步芳
和宁马的马鸿逵。为什么青马要远远的战斗力要高于宁马呢？就是与这支马家军的领军人物的性格分不开的。这里边就首先说说马步芳。马步芳，字子湘，甘肃河州人，魁族，为人阴沉持重，极富心机。1926年，随父马齐投奔西北军，随后在马家各股势力中脱颖而出，被称为青马家族，号称青海王。马鸿逵，字少云，与马步芳同为马氏宗亲，论辈分是马步芳的长辈。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也被称为宁夏王。1949年5月23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作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24号，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为了笼络二马，保住西北一隅，国民党中央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许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就马家军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部队打仗的时候的特点是非常的彪悍，不怕死，前赴后继，以汹涌的狼群一样的战术，骑兵战术，不停的来破红军的阵地。他主要采用骑兵，马家军总共呢，他正规部队大约30000人，骑兵就占了大约13000人。1949年5月下旬，刚刚上任的马步芳正志得意满地巡视着这个象征西北最高权力的官邸。然而，就在他不知道该感谢国民党的栽培，还是解放军进攻带给他的机会时，一封电报的到来却让他大惊失色。西安丢了，胡宗南逃了，甘肃的屏障破裂了。还没坐稳西北王位子的马步芳顿时慌作一团。原来，据守西安城的胡宗南